往昔事逃不过命运安排，听一曲春爱，即刻绕心未来的夫君呢？叔，还有这事儿？萧玉公子，哎，这位是宋竹宋三娘，我是二娘宋颖，刚刚失礼了。你就是宋家三娘？你管我呢？让开让开，县令大人到。让开让开。让开！让开！县令大人到！儿啊，爹昨日已帮你铺好了路，宋学大门为你敞开，你只管进去挑选一个宋家女儿做妻室，扬我李家声望。爹就放心吧，孩儿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才是我儿。这个管报名的人呢？在这儿。儿子要来考艺术院。哎，报名。哎，对对对。小公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的。我这种人，我这种人倒是你还想嫁嫁不了的。哎，好啊，太好了。哎，既然我们两情不相悦，那留得了你。哎，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。偷我的福袋还我。你这人有意思啊，还我偷你福袋呢。你偷我的先还给我。懒得跟你计较，你的福袋在这儿呢。哎哎哎，干嘛？自己家门口就想明抢不成？我就是想试试你身手好不好嘛，别伤及别人这样啊。快点，一手换一手。我就是出门着急，你福袋是否应该还在家里呢？要不？你先把我的还给我，然后我再回去家中给你取你的，怎么样？好，等你取完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觉得萧公子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我也不能白白占了你的便宜。横竖我不过就是损几两银子，也没关系的，只是千万别耽误了萧公子的大事啊。不想来，萧公子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事的吧？应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等等，萧公子还有何吩咐啊？有话好商量，宋三娘。赔我那把伞，要赔我一把一模一样的。我就算是赔你个伞铺也无妨。天天都说大话，还真是说上瘾了。哦，还有。你千万不能跟我家人说你是萧传忠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是谁啊？我管你是谁啊！你要是不答应，就没什么好聊的喽。我去，希望辛苦没有白费吧。别！求你了，求你了！
偷我的福袋还我。答应了我的条件呢，我就还。条件我答应了。今天晚上集贤居天字二号房，我等你。公子情嘛，是。你要说点谁干嘛？那是学姐吗？不知道，那学姐。这俩，别看挺热闹。少爷，您跟这三娘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信件要回来了吗？谈好了。谈好了？嗯。少爷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哎，别啰嗦了，赶紧去查一下我这婚约是怎么回事。总少见送许的，婚约会暴露。我要查婚约，就得回趟京城，那得很多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没有你，我事半功倍。少爷，你这话说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赶紧启程吧。少爷，您照顾好自己。哎呀，走，好好好。哟，我帮你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是跟你二姐去给考生报名了吗？报名的学子整齐有序，二姐一个人就够了。娘这么辛苦，当然得回来帮娘了。娘啊，就喜欢你这乖张跋扈的样子。娘，您确定您说的不是乖巧伶俐？差不离。娘觉得差不离便差不离。娘，哎呦，娘，听说我定亲了。嗯，是有这么回事。那是哪家的公子啊？萧家长子萧雨，他爹萧传忠是你爹的挚友。可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儿？那是你三岁时便立下的婚约，后来因为各种缘由，你爹嘱咐过，就没再提及。娘，我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给娘听听。娘，您看啊，父亲与萧伯父是挚友，想必对咱们家的情况也定然是了解的。嗯，大姐自幼名誉京城，二哥刚刚高举入仕。二姐绣工绝佳，绣品有世无价。大哥将来定是宋学的顶梁柱。而我，你也知道，我读书不好，绣工绣得又差，还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手艺。那从这个角度看，父亲为我定下这门亲事，绝对是为了我好，是高瞻远瞩。所以呢？所以这件事情吧，就要看从什么角度看了。若是从那个萧家的角度看，娘您怎么看？便是看走了眼。对呀。对什么对？还在这绕吗？娘，让月娘看这门亲事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月娘，娘跟你说，你这点小心思呢，也就在娘面前摆弄摆弄罢了，可千万不要去糊弄你爹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呀，月娘也就是随口说说而已，爹的话月娘总是要听的嘛。知道就好。慢点儿。我差点把他给忘了。谢谢二姐。你呀，丢三落四的，真是小孩习性。
是，二姐说的是。二姐辛苦啦，我给你泡了茶，你坐下。嗯，二姐坐下。今天你跟萧雨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说帮忙呢，这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。妹妹错了，妹妹给你赔罪。来，二姐，态度这么好，看来祸闯的不小啊。没有，二姐不是你说我跟萧雨有婚约的吗？我便想跟着那人去看看他品性如何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根本就不是萧传忠之子。哦，我逮着他问清楚的，其实他父亲根本就不叫萧传忠，那叫什么？萧大力。萧大力？嗯，那真是相差甚远了。就是，他父亲还是做买卖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做官的，所以啊，他根本就不是与我有婚约那人。我是说，月娘，你此次编故事的能力跟我预想中相差甚远。萧雨的资料我是见了的，其父亲就是萧传忠。二姐，婚姻之事由父母做主，萧雨是什么样的人，父亲见了自会观察。那二姐，你先答应我，不要将萧雨来的事情告诉父亲，好不好？嗯，等他入学了，他一堆机会可以见到父亲的，不是吗？我要去给爹送学子资料了。今日之事，再抄100遍女德吧。二姐。可算找到了。哎，客官，您得虚交银子。交什么银子？就是您住的这客房到期了，您得续交房费。三叔竟然连这种小事都没办好就敢走。没钱就敢走。哎，行，你先让我回房，待会儿会有人把房费给你补上，多赏你几倍都成。哎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你这种谎话我一年不知道听多少次了。快快赶紧走。哎，本少爷一诺千金，怎么会占你一间房的便宜？赏你了，这足够爬你们整家店了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你有银子就付银子，没银子赶紧给我滚蛋。走，大胆。哎呦，我还就大胆了，我还哎呦。小心一些。周公子，柱子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，他住霸王房，他还打人了。还是别为难这位公子了，店钱我来付。这位兄弟多谢，过几日双倍奉还。不，多谢，多谢周公子，多谢周公子。您里边请。请。兄台，这是？兄台见谅。这是上房，我身上拮据，只够开一间的。兄台的意思是要同屋而寝？可是这个床的大小不够睡下两个人啊，要不我睡地上就行。啊，这样便好。
我来吧。谢谢兄台，请。还没问兄台尊姓大名啊？啊，在下周记，庄周梦蝶，彩云霁月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萧雨，萧雨的萧，萧雨的雨。朱兄，还不睡啊？啊，我还不困。哦，那我先睡了。皮无赖登徒子这么在意这东西，我一定要看看是什么东西。是给我爹的信。他会跟我爹写什么呢？不管了，我先看了。我反正也是宋家的人，偷看。哦，不，也不算偷看吧，不算偷看啊，我没有偷看啊。挚友宋许，上次收到宋兄来信，这一切安好，因公务繁忙，到这个月才给你回信，见谅。以往书信常论文学、言国事、未讲子女之事，近日犬子萧雨与我来谈心，方醒悟，而早已长大成人。他一心想成为朝廷栋梁，我也有心栽培。一来宋兄所创宜阳书院是人才培养重地，犬子一心考入，其学业有成；二来也知宋兄重规守矩，家规严明，遂令犬子前往报考书院，望你多费心神。家规？月娘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我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，还看起家规来了？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我们宋家之女必须嫁给宋学学子这条家规，可还作数啊？当然，当年陈夫子还在宜阳书院读书的时候，跟你大姐情投意合，爹也很看好这门亲事的。只怪当时大姐太过优秀，被太后一道懿旨嫁去了京城。哎，爹在这事儿上也是无能为力，心存郁结，便立下此家规，自然作数。不，你怎么好端端的问起这事儿了？哦，我就是突然好奇。大哥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月娘向来都是存好心做好事就好了。月娘。我可是你亲大哥呀。如果爹爹定下的那纸婚约是毛，那
那么宋家之女只能嫁给宋学学子毕士顿，爹爹又是个那么重规矩的人，只能用爹爹的盾去挡爹爹的矛了。可以先用缓兵之计，让他错过两日后的大考，之后再逼他退婚。萧雨啊萧雨，让你见不成我爹，我就可以跟你退婚。坏了，忘了件事儿。紧张干嘛？房间有人啊？笑话，本少爷怎么可能与人同宿呢？孤男寡女的，两个人不合适，也不方便。孤男寡女在外面没人看见更不方便。我也搞点，走走走走，哎呀，你别看，走走走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。这儿没人，清静。服务员呢？我的呢？嗯，你的钱都在里面呢，分文未动。嗯。哎，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就是我想要的？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算你这小子有点信誉。定不负萧公子所望，告辞。保管你金石连连。定不负萧公子所望，告辞。兄可是受凉了？无事，你继续睡吧。你去睡。小雨啊小雨，你好可怜啊，我现在打喷嚏打个不停。你以为我送出的东西那么好拿啊？让你试试我三娘痒痒粉的厉害。今天有个仙芝要好好享受了。仙芝小雨，传中书信于吾，知你欲考宜阳书院之事，吾深思觉得你应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宜阳书院终究限于宜阳，大丈夫志在四海万里，国子监才是贤侄更好的去处。吾也相信贤侄定能一举考中。宋徐亲笔。那胆大的宋三娘不仅在信上一再做手脚，还假冒他爹给我写回信，妄想我出宜阳，岂有此理！
原本萧公子仪表堂堂又英俊潇洒，如今因你胡闹将人弄成这般模样，你得对他负责呀。娘，我不要被安排的生活，更不要被安排的婚姻，我自己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。三娘，你这要害真是厉害。月娘，月娘，月娘，月娘起床了，来了。阿姐早。瞧你这一脸憔悴的模样，昨晚又去干嘛了？没有，就是看书看得太晚了，就没睡好。快洗漱吧，要去上学了。是。姐姐，哎，姐姐，你看，这树长果子了。小鱼儿，我来喂食喽。那，多吃点。二姐，等等我。哎，宋竹，快过来呀！来了来了。宋竹，都是只读论语，你们都觉得非常枯燥，所以今天我把论语和女功课结合起来看看效果。子曰，谢谢。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孔子说，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，但是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别人。小人习惯于在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，附和别人的言论，但在内心深处并不一定抱有和谐友善的心态。严清若，你说说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，是什么意思？夫子，我……宋竹，你的女工呢？哎，大哥，
嘿，家里来客人了？对啊，还是贵客呢。贵客，娘呢？娘她去庙会了。月娘，贵客在正厅，你把这些送过去。爹不是被关了吗？哪来的贵客？我未来的妹夫呗。谁？萧雨啊。他还来干嘛？怎么阴魂不散？难道他看出来了？二哥何氏夫人啊，应该就在这几日了。我想着呢，应当早些熟悉环境，方才不负皇恩。此去宦海，希望二哥可以勤政为民，坚守本心，时时勤勉自律，切莫将功利得失看得太重啊。是，听。二哥有所不知，别的人苦读不辍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位置，二哥轻易就收入囊中，一切得来顺利，难免有心焦气躁、恃才傲物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荣耀所迷惑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早日将心安定下来，才可以看得清前路，做对的选择。你来我家干嘛？拜访月娘。啊，不得无礼。二哥，你认错人了。这位公子，请随我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。我以为你说你是小雨，你就是小雨啊？你怎么证明你就是小雨？你再不跟我出去，我就把那信给烧了。你，月娘。走。哎，二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宋三娘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答应好不要以萧雨的身份进我家。你不还答应我了吗？又把信还我。我还给你了呀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是你爹还我的信吗？啊，要不我让你哥哥姐姐们都一块瞧瞧。我去看看。还在信上做手脚，可真是宋家的好女儿啊。哎，是大哥吧？哎，我有话给你。回去。兄弟们，我爹不在我家就是我说了算。接着闹。顺便呀，再把你爹娘也都给闹过来。哦对啊，正好把回月也给推一下吧。你爹不在啊？我爹也不是不在，是这段时间都不在。接着闹啊，闹啊，快去快去快去闹，快点。那行，给我点银子。我呸。我给你，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能骗到我们家来呢？我也就是可怜你，以后可别做这种事了啊！走，我给你钱。你说谁是骗子？闭嘴！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点事儿啊，我等宋先生回来，我好好跟他说道说道。你看我爹是信你还是信我？快走！你看他是信你还是信我这封信？拿着走！以后好好做个人啊，别再骗钱了。这哥，这真是个骗子！我跟你说，还好把他给赶走了。你管萧雨叫骗子？这人不是那个萧雨，他爹吧是萧大力，他是从商的。他爹，走。包子，刚出锅的啊？哎，急什么？没吃过包子吗？给我来一屉。哎，好嘞，前方这儿了啊。这个当铺子竟直接登门告状。
我得在二姐发现我出门之前速战速决将信拿回。包子来嘞，吃吧，再不吃凉了。果然没吃过包子。哎，有那个波斯的香油吗？这位客官，您是要波斯还是要香油啊？哎，波斯是个地方，波斯的香油没有。哎，可惜了。等同志，哪来的疯女子？这阴阳秤也太乱了，我还是回去吃吧。死小女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等我抓到你，你就死定了！这一样也太乱了，大街上就碰到一个女疯子撞我，幸好我上青草，微风轻飘渺，载不过酒一勺。唱歌陌上饮尽的飘摇，何止再见不复再年少。取一壶天茶，微风趁之际更好。上青草，微风轻飘渺，载不过酒一勺。斜阳见往事为角度，落里愁伤眉梢。不如纵马江湖，再放声一笑。唱歌陌生叹世间寂寥，回首遥望美梦在清朝。无关那风月萧萧，斑驳几行皎洁的喧嚣。